大家好，我是陈猫。这次使用索尼 A6100 加维卓式一卡口23F1.4 残幅机身加镜头拍摄。拿到镜头，我一般是简单测试，把电脑桌面设置成白色作为背景，然后拿出小人拍摄大光比情况，看纸边问题。这种行为叫做打小人。从最后的成像可以看出 1.4 的绿边纸边很厚道，大概收到 2.2 可以接受，在 F2.5 完全消失。实拍照片都是后期处理过， LRPS 都有去紫边绿边功能。每次带这个镜头拍照都是阴天，非常尴尬。这个镜头只有260克，非常小巧，对焦速度快准狠，和我用的 F1 卡口并没有太大差距。我几乎不连拍，不太清楚连拍的合焦率。从器材性能角度讲，它最大的问题就是绿边纸边焦外一般般，这也是我应该要在意的点，但我也没在意。为什么这么说呢？索尼124 1.8 官方价格7500，维卓是123 1.4官方价格1789。大家不觉得1.4还送纸边，很厚道，很便宜实惠，不值得入手吗？难道这就是资本的力量吗？我想了想，这是我没资本的力量，在便宜面前没有缺点。这个镜头对我来说焦段是最难使用的，我对等效35的镜头控制力都很弱，其他焦段拍照一次200发左右，但使用等效35的拍了300发，还选不到9张图。能明显感觉到用这个焦段是困难模式，太接近手机视角了。那是不是没有办法用好35焦段拍人像呢？不，办法还是有的。根据我的研究观察，这个焦段要用好有3大要求：一要大光圈，二要大美女，三要大师级别能力。只有具备这3大条件之二，就可以发挥35的魅力，非常简单，对吧？这个焦段特别像微积分，就是你在学的时候总感觉自己很愚蠢，怎么学怎么用都拍不好，你的防卫机制就会启动，防止这种痛苦侵袭。是器材的锅，它阻碍了我的进步，这是一种叫做理性化的防卫机制。小时候我们都被安排按时睡觉，上大学或者工作自由了就开始熬夜，熬夜是年轻人唯一的夜生活，熬夜修图是摄影师唯一的夜生活。这样可以证明自己是一个独立的个体，可以说明我们珍惜时间，我们是勤劳的人，熬夜的积极作用真的很大，对不对？这就是理性化的防卫机制。我们没有活成父母希望的那样，也没有活成自己希望的那样。道理千万条，合理第一条，心理防御了，行为要一致，我们就会去看这个焦段镜头哪家是最好的。索尼124 1.8 7500，24GM 10000+，我还是想想别的办法吧。在我做器材党的时候，一直看一直买，就是为了逃避摄影上没有进步的愧疚感。拍了1个月2个月都没有明显的进步，我要采取一些行动来提升自己。买器材就是摄影中进步感最强的行为，因为你的付出是最多的。我们对自己能力的提升进步的期待，希望是早上起床就能立竿见影，不是24小时的循序渐进。这个道理小学就教了，叫做拔苗助长。接受不了自己的成长只有一点点，只要我不去拍照不去修图，我进步了多少就永远是个谜。拖延不返图，很好的回避掉这些困难。你今天返图了吗？本期视频就到这里，谢谢大家观看，喜欢的关注点赞转发评论，我们下期见，拜拜。